我想戏剧对我生命最深远的影响，应该是会令到我的价值观偏离了所谓的主流价值观，看问题会比较浪漫，比较执着，不是那么注重价值这两个字，可能反而会更加注重每件事每个人对自己内心的感受，去 taste 生命的每个 moment， 这个会更为重要。我是王维，香港话剧团演员。